大家看到吗？人可怜吗？你们正常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别人很可怜的。等到你们哪一天，等到你们身上，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你讲呀。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嗯。求师父给看一个81年属鸡的，看看他的业障，看看他的那个灵性。81年属什么？81年属鸡的。他自己的业障由他自己背，男的女的不让师父背，是不是他了？男的。81年属鸡的。哎。哎呦，整个的脊柱啊，后面的关节啊，脊柱啊，全部都是歪的。他的后面那个脑神经啊，全部有问题，听得懂吗？脑神经全部有问题。嗯。一团乱麻一样的脑神经，我刚刚看到。所以他的脑子会有问题，他的脊柱撑不住，听得懂吗？我告诉你，他就像中风一样，虽然没有躺下来，就像活着中风一样的。是的。你要叫他好好念经的。师父他来了以后住2次医院了，他就要见师父，一说今天见不到师父他就抽过去了。一说见不到师父就抽过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以为他要见我啊？师父很可怜的，都是那些鬼啊，他们要见师父能够超脱，他们要我帮助，不是他本人，是身上的灵性讲话的。是的。对不对啊？对的。灵性在他身上啊，要见师父，他可以超脱，所以不给他超脱，见不到师父他就会昏过去，实际上就折磨他，你明白了吗？已经给他送到医院2次了，看见了吧？求师父，我看到了这个人，我看到了。那你赶快给他念经吧。他小房子的数量，赶快讲。他自己会念。叫他念517张小房子。517张小房子。好吧。放生多少？800条。他前一段时间打通过师父的电话。他自己，我知道。好。现在我先叫这个灵性先走掉，让他舒服一点，好吧？但是要赶快念，否则还会上升的。好吧。至少这2天保证没事情。好啦，你问他呢？他的后面的脊柱已经开始热了。你现在热不热呀，华道强？跟师傅说你热不热？你把话筒给他。我热，师傅，我热。看见了吗？现在舒服一点了吧？师傅，我一定要好好念经。这个灵性不走掉的话，你会很痛苦的。这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现在因为有师傅，你学了心灵法门，他就来找我。你听得懂吗？所以你要好好念经。否则你不念经的话，他找我，如果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找我，你说师父还活得了啊？听得懂吗？一定要自己念，好吧？他经常会来跟你讲话的，你自己告诉我啊，他是不是经常跟你讲话啦？来了来了，我早就知道了，现在已经上升了，已经在身上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平时你们，我让你们亲眼见一见。已经在身上了。你能不能现在先离开一下？喂，听台长话，先离开一下好吗？听话了，台长让他给你超度。先离开一下啊！好，啊，看见吧？看见了吗，大家？每一次一个魂离开身上，这个人就当场就躺下来了。现在明白了吗？给你们颜色看看，不要不相信，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念经。台长一年到香港来一次，希望大家珍惜，好好学佛。好了，刚刚最后，因为他看见台长身上观世音菩萨，他拼命的在讲，所以他离开了，他现在可好了。
你们过去几届你们都看见每一年师父来有的灵性在身上当场讲一口蒙古话，他根本这个人从来不会讲蒙古话的，有的人老人家从来没打过拳在这里前面打拳，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好不好，没问题了吧，回去会好一点了啊，加持让他们平平安安能回家好好读经、好好念经、好吧，放生许愿、听台长爷爷话、好不见爷爷人、不得了、我太老了我看他比我还老了、好了下去吧 好吧没事的，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好，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是我们的福气、谢谢，好了谢谢大家。